要讲修补了啥？现在洗补吼，啊，等到吼古来洗才去补。我讲的因者，这在了吼四分就这条故事，在吼有一位这个做过吼，这个那个教皇帝吼，教皇帝读书啦吼，伊讲伊若要讲会官做个消失，所以咱唔才讲这个囝吼，有当啊爸母要讲哦，较若要讲哦，较无要听，啊无要听啦，啊互别人家教。我甲伊讲，吼，有当爸母若要讲教囝，爱会甲老爸啊、甲老家、甲老母哦着，啊都好，别人甲伊教，伊就较唔教，好像。啊，伊教这皇帝读书了，爱官做甲小事，伊姓杨，苗则杨，啊，所以咱大家甲尊重啦，尊重讲吼，伊哦这杨小事啦，伊的祖先啦吼，会使讲一世一世哦，一世一世拢啊，你做你啦，若要讲讲你。铁道船啦，哦，铁道船哦，太是一输啊，所以家庭足唔好嘞，哦，就啊有一摆啊落大雨，落甲会使讲哦，迄山顶的这个，迄落溪水哦，拢放落来了，自因咧装的一寡厝咯，吼，迄啥物拢漏去，较早无，唔是这水泥布哦，唔是讲这砖啊厝哦，较早拢是迄落这啥，草厝啦，啊无就迄落竹啊厝啦，哦，无就是土甲厝，啊做大水的，啊迄厝拢淹落去。那要讲死的死，倒的倒，因为大水来，迄山水冲落来是无法度走离啊，所以死真侪人。迄当时啊，因这个哦，因遐咧提大船遐人，大家拢咧捡啥呢？因为迄看咧，这厝哦冲哦，那草厝啊冲，有迄物件，有人捡衫啦，有人捡啥物物件吼咧捡。啊，伊这个杨小叔哦，因的祖先呐，那要讲因阿祖啦，因阿公哦，伊嘛咧做迄个哦。无咧捡遮物件，救人，拢一直救人，哦，住迄人拢一直甲救，救去岸顶，一直甲救，把庄的人就甲伊咪嘴甲笑，哼，即款的戆人嘞，人大家咧捡物件，啊，伊咧救人啦，哦，那伊就是安尼哦，迄就是阴公积德。经过有一段时间的时候，安尼哦，因这个哦，这小叔因老爸啊出世，环境都较好啊啦，一位迄落仙人啦。化作导师，导师就是我若要讲道教的修行人哦，即导师。若要讲就是啊，咱吼咱台湾哦，无迄个导师哦，较无。你若大陆都有哦，导师嘛有出家人哦，迄导师哦出家人哦，都来甲因即个吼，因即个孝叔，因即个老爸讲，因阿公、恁老爸，啊等于就是孝叔的阿祖、阿公啊，就对啊。讲恁阿公甲恁老爸啊，伊说讲即个。足多阴功积德吼，所以咱老师唔听讲，咱做善事啊，点点啊做，唔免点啦。你啊，祝恁吼，恁祖先来这个忙啊吼，大多都要去善人家支持啊，无你啊大多迄个所在，后盖吼，恁再家家孙孙都做大官。因老爸吼，就照这个导师的指定啊，就祝因阿公啦，因老爸吼，甲种落去哦，讲迄忙，迄个忙地或者系讲。我得到叫做白兔血啦，到甲因老爸生这个小叔了吼，二十岁就做状元，皇帝哦，伊迄阵啊做很大个官哦，伊指引啥物人诶？自因阿公、因阿祖吼，甲伊铁封啦，死去嘛甲铁封啦，迄古早就有即款个例，甲因阿甲伊铁封个官。啊，伊这个小叔哦，因为子孙啊代代，我这是简单讲啦，代代拢做官。拢做官，这就是因果报应，叫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嘛是咱夜间困觉讲，积善之家必有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哦，啊，即马这吼，时间嘛差不多啊。啊，这三条故事知影，所以这因果报应，咱来相信，哦，咱来相信。哦，我嘛希望讲咱吼，咱这孙兄孙姐啊。厝边头尾，万一若讲有做了唔对，咱甲考劝，啊，互伊忏悔，会使讲做这故事讲互伊听吼。哇，啊，咱若本身做唔对吼，决定爱改掉吼。啊，所以哦，我做唔对吼，咱做唔对，大家都会做唔对，我着搁嫌我做，我再来做唔对，一定爱改。人讲哦，先来拍鼓都有四错啦，脚步打叉下人无，咱来知影唔对，咱来改。啊，你若唔改吼。啊，就可怜啦！啊，你就无法度啊，吼！啊，所以哦，咱希望这因果报应，咱爱相信，吼！个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啊，即马这吼，这题目就到这，咱后期再个计算个这因果的报应，吼！